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2s 平方减3除以加一的话，它3是多少，余是多少？哦，那我们用常除法哦，你可以用分理系数啦。哦，那为了让它更清楚哈，我们用最笨的、最简单的那个常除法来做就好了。这是0 x 啊，我要补明下去，这个缺项减3啊。x 加1嘛，哦，那这平方嘛，这一次方而已，所以这叫 2s 平方嘛，哦 ，2x 啊，加一乘的话是 2s 平方，啊加多少？ 2x 乘1是 2x， 那一减，一减的话是负 2x 减3嘛，哦，那你要为了要让这个减掉嘛，所以你这里要负多少？负 2， 负2乘 x 是负 2x。这样就可以减掉了，哦，这是负二，那一减的话就负一，所以三次的话呢是这个了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2x 减2，那这个呢？这是负一啊，所以三次哈，哦，是 2x 减2，啊余是负一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 哦，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D。